全价票一人。我手机拿一样的。全价票一人。全价票一人。全价票一人。打火机身上有了，打火机就不让带着啊。你看你过去看看。想想还挺好。
放进去吧。你好，师傅，洗手间是不是在上面？没有啊。
是。这儿出去以后有一个那什么？哎，桂花树，老头儿，你和爹娘。只是牌子。我觉得不好看。
们叫北京西站房。这么走是超近的。你干净了，干净了，一个都去。我这到干净了，这一个都是干的。那孩子光动哪坐得了？就得买下铺。你再站一次立直。还有的说咱们这平常站的时候就这么颠多少下飞朵的那个柱子那玩意照大框柱子我给你个
倒一下，给我淋湿一下，你去哪儿了？现在我没没有啊。打造就是我给你带个大牛好不好？